刚带我姑娘去超市买完东西。奶奶刚才都打了一遍电话了，着急了，等咱们吃饭呢。本来寻思带小李子进超市逛逛，给买点好吃的，结果不领情，啥都不要。就没有馋的吗？我这真没有。你下回试试，你带我让我进随便选，好吧？我给你机会了，你没抓我，你没抓住，完了你换我啊，行吗？行。我没套路你啊。姑娘别吃了，奶奶做饭了，回家吃饭。定位夕阳。嗯。感觉挺好的。这还有一道菜呢，今天上菜园子挖的。哎，闻到香味了。嗯？嗯，好像酱汤的味道。你们都猜错了。那是啥呀？不知道。西兰花。啊？这不是，那我们刚才闻的可能不是咱家的。啊，咱家炒菜。挖的。嗯。今天他们俩上上去玩的，多冷啊！还行吧，嗯，三层有点凉，风大。挺好吃的。说实话，我不太饿。我也不饿。咱们下午吃的太晚了。嗯呐。还而且吃的太多了。油大呀。嗯。什么吃啥呀？油大。我和我老丈人吃的盒饭。多吃点稀凉饭好。嗯。咱家的素菜就是西兰花，嗯，还有菠菜。嗯，那油菜买好菜没吃，咋吃啊？不知道。炒香菇。油菜炒香菇。油菜扒香菇吗？那道菜不是？我不知道。油菜。咱家吃的很少。嗯，都要看我踢球去了啊。还踢球？去吧。我说你怎么在那块儿管惦记啥呢？我领你上趟超市，你这个急呀、啊！啊，惦记踢球去。我急啥了？我还没张过嘴。你可拉倒！我就觉得你心不在焉的。你们说的对，你们咋说都有理。在哪踢啊？我在马路上。好好说话。啊，在大马路上。在大街小巷哪个车跟你姑娘来咱家踢吧？嗯，上广场踢吧。楼下的小朋友该醒了。那小朋友看不着了，那天我一次没看过楼下小朋友。那玩的跟他爸一样。你看过吗？楼下小孩玩？没有。楼下那个四楼的小朋友。我不知道四楼小朋友。那我看看。我这整个一栋楼我都不认识。白胖。白白了，跟他爸一样。他妈也白呀。嗯，这一天天就跟赶场子似的，吃完饭就跑啊。踢球去，就这么点兴趣爱好吧。没啦。我领你去啊。不去。我都闭，都没。我对那个不感兴趣。哎呦，你家这有钱，全开了。爸爸，那你怎么不带我去啊？我烦你啊。咱俩话不投机半句多，是不是啊？拜拜，拜拜，真走了哦。几点回来呀？八点。踢几个小时？两小时。拜拜。拜拜，我越买越好。吃完饭，把今天挖的小根蒜洗洗，这也能做一顿。太埋汰了。太埋汰了。这点小根蒜真是让我洗到怀疑人生了，洗了 N 遍，最后剩了这些。
这玩意虽然好吃，但是洗起来是真费劲呢。就这样吧。李大傻子，踢球不带钥匙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正好看手机了，不然的话，我跟你说，你就在楼下站着吧。手机静音了，我都要睡觉了。这么晚了，等一下我送你来啊。你为啥不带钥匙？忘了。再见。我姑娘都睡了。睡了。